讲一只火鸡，火鸡若要好食是内行诶，是讲食即个讲火鸡龟啦。火鸡龟即个所在。鸡龟，即、這个即变贵时啊，即、這个所在即个部分来食，食到 QQ 啦。哦。啊，叫火鸡尾椎啦。火鸡尾椎。嘿。嘿，尾椎是安怎好食？伊嘛是较 Q。较 Q， 啊，你讲即边。啊，即个。这边来讲，即反正即个卡对即个咱你咧台即个部分即个吼，即两爿即个肉较嫩，较嫩，诶，较嫩，油脂较嫩。啊，咱这肉是白色的。白色呐，规只火鸡是哦，除了讲腿黑啊，红色的以外，嗯，全咧拢白色，全咧拢白色的。所以一碗鸡肉饭内底就有黑的有白的，是安尼来啦。啊，食肉是要怎处理？这食肉？食肉嘛是白的。八八个，嘿，啊，有诶，若要干呐，要食，其实啦，伊就讲，啊，咱就剁好伊安尼。哦，嗯、啊，即规只鸡啊，拢会当，好，食来吧，喏。食来吧，伊只皮啊，啊，较 Q。较 Q 啊。Q Q 嘿。哦，啊，但是拢爱冰过啦，少少袂使。拢爱冰过较会好食。嘿。啊，即两家嘛，同款拢爱冰过就对。冰过较 Q。啊，即安尼，规只诶，即个火鸡是拢会当放落火鸡饭内底吗？拢会使啊。包括伊即阿妈过来所在，北京拢叫肉，拢叫好，有肉，拢叫有肉。嘿，啊，即咱即摆若咧抬即个火鸡，其实是爱两个人以上才会当抬。一个爱家抓咧，抓好啊，无伊个大只有力。嘿，啊，即下劈落去时啊，食啦，当是乌青。啊，食啦，当是乌青，袂用钱吗？乌青是迄肉，算乌青就袂使，就要提掉。哦，就要提掉伊。伊杀的人，伊若乌青的时候，嘛爱共扣一下。啊，火鸡的内脏要怎处理？敢无咧处理？有啊，火鸡的内脏，佮咱讲下水啊。哦，下水汤。下水汤的时啊，佮用迄个根，啊有含肝，啊但阮遮的人结果肝较不爱食，所以无肝。无用肝。干那心甲根安尼。心甲根有咧利用，其他无利用。哦。啊，所以一只火鸡会当利用佮足多嘛吼。差不多。那要讲者，要讲者无啥物拍算啦。干鸡毛因去卖嘛是有钱。啊，即只鸡毛也有钱哦。鸡毛是要做啥？鸡毛咧头前即个龟即个所在吼，嘿，迄毛较油。较油。嘿，伊也袂太肥，拢撮起。撮起去烘啊。羽毛被子。羽毛被哦，原来啊，遮侪人利用。白色色啊。啊，至少有偌大只？即只那要袂大，差不多伫17公斤。17公斤哦，爱饲偌久？可能只4-5个月安尼啦。4-5个月安尼对，啊，即拢算外国鸡啊，台湾鸡。咱本山饲的。嘿。拢本山饲的啊。本山饲的，咱家饲的。哦。啊，因为当然即摆拢改良啦，改良伫外国种起啊。外国种，但是台湾饲的就对啦吼。好，谢谢。